各位好，今天来跟各位分享一款这一个日文版的游戏，叫做对魔忍。那这个游戏你可以在这个 QOO 那边去下载，它好像在那个你找那个 game 然后排行榜，它叫对魔忍，你只要搜寻关键字应该就有了，或者是你那个用那个 Google Map 的那个，不是 Google Map， Google Player 的那个日文版哦，你去搜寻一下。我是直接用 QOO 啦，比较方便。啊，如果是那个 iPhone 哦 ，iPhone 可能 Summer 哦 ，iPhone 可能 Summer 哦。那我们直接来看这个界面。那一开始，因为我目前各位看到哦，那个 Rank 哦 ，Rank 就是我现在14级哦。那我所选的是这一只女性的一个角色。你看那哦，那零啊，足含的哦，那敢那山啊零哦，足含的，弄做啊足大诶。然后啊，它算是以一款这一个科技的一个哦，太空科技的一个款式哦，作为一个游戏的一个背景哦。你看那弄足科技感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左边这个哦，你点进来，这是这一只女生哦，这一只女性的一个界面，那你可以在这边打那个打你想要打的介绍文哦。他说最大就是100个字以内哦，啊，我是没打，因为打你也打英文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EZ 好了，我们直接来看这个右边这边呐，右边这边有那红色的这个方块哦，菱形的这个哦，这个是我选的这一只的哦英雄，他的一个能力值，然后他可以升星哦，升一次要25000啊，因为他要30所以他才能升。那再来是武器哦，武器我们目前拿的是这一个妖刀，妖魔刀奈落哦，那我把它升到20级了哦。那下面有一个讲解哦，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用 Google 的翻译去把它翻出来哦。我是大概我不想看的，因为我觉得大概都是那一些哦，所以翻那个其实没什么意义哦。那这个游戏可能也刚出来没多久，这个就是 skill 哦 ，skill 就是 skill 哦，日文就是把它分 skill 这样子。这个是我的魔法哦，我的魔法。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他的一个魔法，他是这样子哦。那稍回待会我会在录第二片的时候会让各位看一下他在实际中的一个战斗模式是怎么样哦。那这个是第二招，他会跟你讲解，就是说你要怎么按。他说长压闪避哦，就有了。哦，这个先跟各位稍微展示一下哦，让他稍微看一下。哦，它大概是这样子哦，它有一个影片让你各位看一下哦。那再来，它有三格，我们来看一下，我刚刚按到什么？哎呦！哦，他有演练的啦，好、哦，那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哦。他说长压，哦，长压，这个要怎么出去？哦，再来一次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kill， 然后
哦，各位有看到、哦，他会往上打、哦，飞廉斩。哦，你要有一点，他上面各位看到一下，他有一个说明哦，说长压，你在打的时候长压，然后再连续这样。哦，你打的过程，你看哦，我突然停，然后再按按按，连续按哦。哦，大概是这样子哦，那我们再把它撤退。哦，那没关系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点进去，它直接秀那个这个哦，飞轮滑。它刚刚是秀这个给你看哦。那我们等一下直接来下一部影片会有直接实战的一个影片哦。这个就是英雄。那其他三只还没开的，就是要用上面的红钻石去开哦。这个就是 inventory 就是存货哦，就是你的。你的道具栏哦，啊，这些外武器，我那一天有抽哦，把它抽。那我目前有这一把，我是拿这一把 UR 哈、哦，妖魔刀奈落，然后它可以强化，它可以强化，你可以抽到你不要的，然后你把它强化。SS 我都把它强化了，要不然你就留一把哦，如果你喜欢的话，像这样子你就把它强化。对，然后你可以 skill 强化。我还说什么 ？skill 强化你留用的。同じ武器を用意してください。我那他不给我强化那就算了。反正我目前就是拿着一把啊，勾玉，勾玉是什么？勾玉就有点像强化石哦。那你就可以看 CRI 是 critical 哈、哦、，critical 就暴击哦。那你就想一下，说你要这个是 DF 哈、哦、防御，再来就是这个应该 ATK 啦，不用想。我看你要装哪一个哦。看你要装哪一个哦，在这个就是你的一个宠物啦，增加你的能力值的哦。那目前我就是派这一只，还有这一只吧。哦，你注意看哦，各位，你那脸啊头拢是大个哦，拢啊酸酸啊脸哦，哎，拢尾啊做喊的。啊，脸有一些很好看，有一些很奇怪哦。哇，这你们来看到骆驼体呗。然后这个素材一样，就是反正就是加攻击的哈、哦，加攻击的哦，加能力的。那再来这个是什么？哦，这个就商城。我昨天有抽这个，哦，抽十抽，然后我就抽到 UR， 然后这个也是，哦，他说保底哦，十连抽他抽到什么？这个也可以抽啊，这个就是加能力，什么勾鱼啊，刚刚那一些。再来这个就是要花钱的了哈、哦，要花钱的了、哦。那我们画。不废话，废话不多说。那我们下一则影片，我们来看一下哦。那这一节基本的一个界面，我们先介绍到这里。那只要有红色的点，你就按进去看，可以有奖赏。哦，那以上跟各位分享到这里。